赶紧快速的找一下。哦，你对 ，Good evening。小心别喷那个。哦，加油！上来上来上来！走走走走走！哦，上来！哎呦！哦嘿，嘿各位，你们好，我是 DK。现在呢要小声一点，因为现在大家还在上课。那我趁现在还没有下课的时候呢，溜了出来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溜出来，溜出来！哦呦，溜出来喽！哎，熟悉的声音。什么课？嘿，我 DK 哦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一起溜出来了。哦，我逃课逃出来了，因为那课对于我这种天才来讲完全不用学的。我也是啊。真的，哎呀，都教过了 N 遍了。对呀、啊，两个小天才就感觉上这种课太无聊了，我们就一起逃课出来玩吧。对呀，正好同学们明天要去户外教学，那我们就先把车开走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开车。哎，你会开车吗？我不会开车，但我开过玩具车。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。碰碰车和这个玩具车也差不太多。对，差不了多少，反正都是车嘛。哎呀，哟，排排坐，去外面玩喽。对对对，准备去。谁开的车啊？哎，对啊，奇怪哦。哎，我们两个都在位置上，那是谁在开车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手啊？怎么有一只黑色的手？啊，本来不是要往这边走的，他把牌子给改了。对对对，本来要去那个游乐园的。哎，哎呦，而且车开了一天，哇，出车祸了，哇塞，我准备抓走了。哎，你被抓走了，我要来救你。什么地方？欢迎，欢迎，需要帮助啊？是谁呀？谁跟我们讲话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方块，哎，哎呦，不在了，方块不在了，我的方块积木没有了，对，积木没了，找到他们，然后再把他们给放回去。嗯，祝你好运，还祝我们好运。难道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哎，我们身边旁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才发现，这是可以躲的，可以变箱子，好消息，我们是可以躲的。坏消息是我们可以躲的。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长得好像那个哦，好像 Huggy Wuggy 哦。对对对，很像。然后他可能吃的有点多。对，胖胖的 Huggy Wuggy。对，可能过年吃太多，然后就变这样。没错。哎，这边有方块，可以直接拿哎。对，我们要找旁边的二四格。哦。F。哎呦，这边有蓝色的箭头哎。哎，对啊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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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声音？我听到声音了，躲起来！Oh my！ 刚看到了吗？哎呦喂，那个蓝色的东西！哇，他直接下去了。找到方块，并且把他们带回剧院。跟着蓝色箭头走。哇，彩虹朋友的家，这个森林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啊！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应该躲在箱子里面，应该是安全的。他好像在下，哎呦，他爬楼梯，他还爬上来，哎呦，他走这边，然后爬上来了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刚从下面那个地方爬上来，哎呦，哇，还会爬楼梯的，我以为他下去就上不来了。我也是，哎呦，好恶心哦。我看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关门了，所以我们找方块。但是问题是。为什么要找方块呢？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这里应该是个博物馆，然后上面有很多的东西。1991年，蓝色的那个什么第一个朋友。所以算展示厅吧，这边展示这个蓝色粘土怪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目前应该没人，应该是安全的。这里有两个方块，这边逃不出去。什么声音？他好像看到我们了，先。先躲起来！哇、哎，他跑过来了，他跑过来了！哇耶！别动！应该动，没问题，别动！吓我一跳！吓死了！他看到我们是会有声音的。对对对，会有声音，那应该还行，我觉得。应该还行啦。哎，剧院！哎，剧院！找到了，应该是在这里。哇！哦，对对对，方块放这里。哦，放这边。哇，有了九个了。我一下子放了九个。
欸，你有吗？你有方块吗？有放了放了，九个。OK， 好，可以可以。哎，这边没有走过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箭头是往这边哦，箭头是全部指向剧院的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来看一下这边。啊？怎么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？哦，这里有东西漏电，漏电了，漏电漏电。但是也能走。对，好像没有什么要解谜的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地方有个按钮哎、欸。还是说要修这个按钮啊？感觉有可能哎、欸。好像不太行。哇、哦，矿坑，矿洞，没错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地方好像是之前那个怪物掉下来的。哎、欸，对，爬上去的话好像就到那边了哎、欸，是吗？好像不是、欸。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啊！哦、啊，躲起来！哎呦，哎，哦呦，他过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们只要在箱子里面就是安全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换地方，这边好像还好像安全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听那个声音了。那我们在箱子里面移动，他会不会抓到我们呀？感觉应该不会吧、哦、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动比较好。对对对，不要动比较安全啊，等下被抓了。这边有字、哎、橘色的藏在这个地方，橘色藏在这个地方，什么橘色，什么橘色啊、哦、有蓝色还有橘色吗？哎，有可能哦、啊、真的假的？彩虹朋友应该是五颜六色才对，他目前就有蓝色。哎哎哦哦，现在我拿到了六个，那边有六个，这样我们还差，我们还差九个。哦呼，他下去了，可以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拿的。这边是监控室，哎，能不能使用？哎呦，能不能看那个怪物在什么地方啊？对啊对啊，能不能听什么卡带或看那个监视器啊？没有，这并没有。哎呀，哎呀，那继续走吧。这地方来过吗？好像还没有。哎，哇，城堡啊！哦，这边还有方块，这边这边。都拿了，全部给拿了。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好了，看看先看一下上面。OK， 啊？诶，这什么？你让我速度变慢了，让我速度变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速度变慢了，完全不是很懂、啊，莫名其妙的。还是说我们躲在箱子里面就是这个意思？诶，有可能。哦呦，不起来！哦哦哦哦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不要动。我们只要别动的话，太阳速度就越来越慢了，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呦，来这边看一下，有点刺激哦。哎呦，哦，这里是什么维修室吗？对，工具室。工具室，哎，看样子以前它应该是什么比较友好的玩具，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变坏了。我觉得它有可能以前是没有火起来的，以前可能没有火起来啊、哦，就单纯的玩具而已。突然有了生命。它这个很像 Puppy Playtime， 对对对，很像是那个玩具被改造那种感觉。这里吗？这里吗？这里，这里没来过哎、欸。哦哦，对哦，这里没去过。对哦。升级哎、欸。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对哦，这里没走过。哎、这个是可以蹲下去的、欸。哦。哎，那我们躲这里是不是就可以？对、啊，好像躲这边就可以了。哎，安全区，安全区。但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爬进来，要是能爬进来就糟糕了。哟，我拿到一个方块了。对，应该是不会爬进来吧？哎呦。这里是，哎呦哦，有声音，这是养马的吗？养马的吗？还是关人的？像是养马的，哦，关人的，应该是关人的，哦、你看这边有那个铁链、哦，你看，有可能哦。哎呦，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善良的，DK 就能想到是关人的，好可怕呀 ，DK。哟，他好像在附近啊、哦，对，好像在这附近要下来喽，感觉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上面有牌子，可是为什么铁链呢、啊？哦，他是关那个的、啊，关那个生物的哦。对，就是关那个生物的。所以原本这个关起来洗澡。对，他原本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哦。对，所以说一共有三个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多房间哦，感觉四个房间哎，难道有四个怪物吗？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，有可能他只是拿来养马的嘛，那时候有可能什么动物观光区啊？对对对，希望是这样。哇，好近哦，这声音。哎，那边亮起来了。有哎，有哎。有突然出现的方块哦，哎呦哎，高亮了，冲啊！把方块拿了就可以喽。哎，但是怎么走啊？哎呦，什么声音呢？吓我一跳！我怎么听到有猴子的声音？
对啊，我听到猴子的声音。哎，这边吗？哦，没有，这可以直接下来了。哦，这边可以直接下去的。哦，走。那方块的位置我们是没有注意到吗？还怎么样？那边是哪边？哦哦，这个房间呐、啊，自己没来过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房间啊。哎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完全没想到。对，有了一个了，刚好四个全部都拿了。有有有 ，OK。好，还差最后一个。哎呦哎呦，那我把方块全部哦，先躲起来，放回去了。拿到了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、哦，哦，病来了，好可怕哦！这好像是个浴室啊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快快有 ，OK 哦，结束了吗、哦？完成了，谢谢。啊，但愿阿兰没有。把我们弄太多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东西？啊啊！色的，绿色的啊！这真的会有其他怪物啊？哇，乌鸦嘴呀、啊！不是吧？这而且这绿色的手臂好像很长哎。休息一下，明天需要它。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有下一碗。不是吧，条件不错哎，还有床可以睡，而且还有沙发可以坐看电视。哎呦，不是吧？所以我们到底是在这边，到这里是干嘛的呀？对，到底在这边干嘛？莫名其妙哟、嗯。听起来绿色是醒了，绿色醒了，他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。他是瞎 子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听声音吗？所以说他是听声音的，那我们就千万不能动。对对对，他来的时候不要动，千万千万不能动。哎，这次找的东西不一样了，可场景好像是一样的，是狗粮哎。哎对，哎哎，先去这个地方看看。对，这个地方很难找，先来看一下。哟，哦哦，等一下，我听到奇怪那个啾啾声哎，你有听到吗？是哎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。哎、哦，什么声音？有一个吉他声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, okay. 小心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哦、oh, ，有点恐怖。Oh, 但这一次我们要找十五个就可以了。十五个应该还行，我觉得。哎，等一下。还行。所以我们这一场的话是只剩下绿色吗？还是两个都有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希望只剩绿色。你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有可能哦，两个都有啊。哎呀，拜托不要，希望只剩绿色。这里没有。赶紧快速的找一下。哦、oh, 啊，你啊，嘿 ，Good evening。哦哦，吓我一跳，好恐怖哦！哦，他在那乱摸。哟、哎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该怎么弄呢？哦，他走了。他走，他走，他走，他走。我们只要别动，别动。哦，他走的话，啾啾声哎。他所以说我们只要听啾啾声就好了。哎、哦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干什么呀？跑吗？跑吗？等一下。我们应该不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就可以了。别动、哦欸！啊，怎么被抓住了？莫不是你被抓啊？啊！我看到他在，哇！我怎么被抓住了？欸、为什么是抓你啊？哎、欸、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那家伙来，那家伙来，蓝色看到我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一次啊，蓝色家伙啊，那说明都是一起的，啊、都有哎、欸、哎。欸哎，这一次那个剧院的中央变得不一样了，变得不一样了。哎，它是放狗粮的，啊，专门放狗粮的。那到时候后面不会全都一起吧？七只哦，彩虹嘛，对不对？五颜六色，刚好七种颜色。他是我们的彩虹朋友，彩虹一共有七种颜色，到时候不会真的有七种吧？哇，不要这样搞啊！不，很可怕呀、哎！拜托别，拜托别。我感觉蓝色其实还好，那个绿色的就有点捉摸不透啊。对啊，他到底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哦，我这边有丝带、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能被他摸着。哦哦哦哦，蓝色来了，不能被他摸着，因为我们之前是挡在路口的。哦，他摸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他瞎子把他摸的。对。啊，然后我在那个剧院中间。OK， 我们现在还差五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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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哎，这边这边要来，有有有有哦，哈哈哈，过了过了哦，不会还有吧？还有吗？哦，这是橘色，哦、真的？所以这游戏一共会有七关？不知道哎、欸。
所以橙色的它是怎么个逃离办法呢？它可能闻到食物的味道。哎，食物的味道，所以说我们也是食物，我们得藏进箱子里面掩盖我们人类的食物的气味。哦，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感觉应该是这样，不然他也没特别讲。哎，蓝色的是可以躲的，绿色的话 也已经知道方法了，但是新的就不知道怎么弄啊。而且他也没有特别提示，就是讲说食物的味道而已。对，食物的味道。今晚是最后一夜。哦，最后一晚了。哦，那还可以，三个怪物。在你修好我的机器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真的在这个地方。嗯哼，啊哈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脚印，有脚印。哎，漏水，该不会是跟这个有关吧？所以说不能碰到水？我不知道啊，好怪哦。碰到水，碰到水有脚印。十四个保险丝。对，我们拿保险丝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等一下哦。不知道那个橙色的怪物它是什么样的走路的声音？哦呦，大象。哦，大象的声音啊？为什么大象？哦，橘色是大象吗？哎呀，好奇怪。我先过去看一下好了，偷偷瞄一下就好。哎，有声音。哦，那是爬管道的吗？哦，通风口的。啊，好恐怖，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有两个，那先给你捡哦，我先捡里面的哦。好，里面这边的话，哎，没有，手那边还会，通风口还会再有一只，哎，紫色的，紫色的，对，还有一个紫色的手在那边会抓人，是吗？我看看，在这边，这边，你进来这边，这边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边，那个漏水那一边，啊，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喂，橘子，啊，我们要喂他们哦，啊？什么？怎么喂啊？什么跟什么啊？什么声音啊？什么？哎呦，哪里有那个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手在这边，你后面，你看，你后面那边，这个地方伸手出来，不要碰比较好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差点被摸到。怎么喂啊？哎呦哎呦，外面有线呢。东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剧院中心，把那个狗粮。是不是得倒点食物出来？哦，有可能。然后听到那个绿色声音了，他在我们后面。哦，不是吧？小心小心，别往上走！哦，他往上走了，赶紧跑！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里这里，放保险丝。那怎么喂呀？怎么喂呀？哎呦，绿色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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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乱摸！太乱摸哎！哎呦，他不仅是个瞎子，还是个聋子，他听不到声音的。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喂他？这是。对啊，怎么喂它啊？好奇怪啊！你记不记得刚才不是有个地方写说橘色 hide out 藏在那边？哦，该不是那边吧？哎呀哎呀，别动！哦，他会沿着这个路线走了，他沿着这个路线跑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有点像火车的概念哦。哎，这样也不用喂它，好小只啊！对，好小一只，就这样。我还以为那什么大象的声音，我还以为它挺大的呢。对啊，哎。原来也没事了嘛、啊！你在哪边？多了台机器。哎呦！小心别喷那个！哦哦哦！吓、哦！哎呦！哦哦哦！吓死人了！你不能起来，用箱子掩盖食物。哦、哎，真的跟我说的没有错。我看这个食物分配机能不能用，能用吗？这个？啊，不能用啊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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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食物。哦，可以。哦，好哦。他应该回来，等一下哦，我们等他回来。你别骗这里的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先等他回来好，先等他回来哦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哎呦，到处乱摸哎！哎呦，哎呦，他回来吃东西了。哎呦，他躲起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得赶紧走，走。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赶紧快，快撞 ！Oh yes。终于啊！到底是谁啊？这个人啊？啊？又坏掉了？没电了？不是吧？什么？机器没事吧？太黑了，看不见了。不是吧？哇！再有第四只，那太难了吧？把电源重新打开啊？这么麻烦啊？想办法。发电机通电，
所以说他有可能不会放我们走。手电筒哦，手电筒哎、欸，哦还好还好，哦感谢哦，还有你还有良心。对呀、啊，哎那边那边那边，哦这边这边 ，yes， 豪华照明啊，那不用了不用了，哼，豪华照明是个什么东西、啊？哦你、欸、可以开哎、欸，它变得高画质版本哎、欸，哦，其实手电筒很亮哎、欸，我发现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你拿了一颗电池，要九颗。对，拿到电池了，但是不是也要放在？哎呦，这有水。哦，放好了，还差八颗。哎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哟、哦，来了来了。那蜥蜴吧？果真，这里有一个。哦哦，不是吧？哟哟哦 哦， 哦， 哦，没事没事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还差最后一个，还差最后一个，还差一个。哎，这不是矿洞吗？这。哦。哎呦。啊！不是吧？为什么我头上有个？哎，不是吧？要别别！哎，竟然被抓！哎哎，我死了、啊！他怎么抓你了？啊，因为我经常他可能看到我躲起来了啊，好可怕！哦不不不不不，这样会啊啊！我也死了、啊。好，我试试看。What？ 啊！我被图木管道的给抓走了啊！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。哦，感觉这会儿估计就可以直接好放了、啊，可以了吧？有电了哦，这会儿可以了吧？哎，哦耶，灯亮了，有电了，有电了，灯终于亮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感谢你把电源打开。那电源之前本来就开的呀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走了，可以走了。那所以说我们来这里，所以我们来这里干嘛的呢？帮他整理玩具，告别派对啊！啊，再见派对，不要吧，算了算了，别吧，不要开派对了。啊、等着，兑换你的票券、啊。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……派对结束要放我们走，我们可以直接回去，没关系。真是的，回去直接回去没差、啊。什么派对啊？不会全部都来了吧？啊，下一页哇，还有下一页。哎，派对在这里，券在这里，就哦，有两张，现在自己换，现在自己换，自己换。自己换啊？什么？哦，对哦，哦，欸、戴帽子了。哦，哦，我看你也有哎、欸，很高兴你能来。啊？还吃蛋糕啊？再见蛋糕？不会要收集蛋糕？啊？啊？要逃吗？我听到声音了哎、欸，我总觉得没那么单纯。嗯、啊？哦？哎呦，哦、这什么？这积木哎、欸？什么意思啊？能躲起来吗？哎，不能躲了。彩虹朋友，不要去什么、哦？不要碰那个气球，不要碰绿色气球吗？还是什么？哎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知道了，反正不要把气球踩破。气球如果踩破的话，他会那个，他会抓我们。哎呦，来了，小心点！不要碰到气球，不要碰到气球。哎，蹲着走吧、哦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哦，对对对，安全起见。啊、哦，但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，对，就这样。有蛋糕，蛋糕怎么吃？哎，结束了吗？拿叉子吃啊！啊！哎哎哎，快走！哎，他这怎么破气球？破掉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开门了，门开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哪里哪里？路在哪边？怎么走？啊？怎么走？啊哈哈哈哈！他说感觉是我们要往上走，可是啊，我知道了，把那个木头推开推开推开，自己要推开，全部推开全部推开！有有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上来上来，走走走走走！哦，他来！哦，追逐战啊！这是哇！双人追逐战，赞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死路！快快快！哎呦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哇、哦！这边这边这边！哇哇哇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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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这边这边这边！我的天哪！这里这里这里！对对对对对对！快走快走！快走快走！蹲下蹲下蹲下！他跟出来吗？快走！哎，这边是出去了吗？欸、没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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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出来了他出来了！他、啊、哦哦哦哦哦啊！哎，他没出来，哎，安全了吧？安全了吧？哦，不会还有别只吧 ？Yes！ 哦哦哦！刺激刺激，不错不错、哦。结束了，我天哪，逃出来了！彩虹朋友，只有三个彩虹朋友。哎哎哎，还有后续吗？这就是那个。
这是对我们讲话的那个。看来我低估了他们。哎，谁呀、啊哦？他自己是彩虹朋友吗？什么博士啊？事情将变得更疯狂。他是制造那些怪物的博士吗？哦，哎，对，感觉是哎。啊、哦，回来了、啊！看来大家都已经下课了、哦。对对对，好隔天的。我们还是好好回去上课吧。对对对，回上课就好了。太可怕了，真的。再见 ，DK， 我要上课去了，拜拜。可现在下课了。好啦，那么这个就是彩虹朋友，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章的部分。那等他出第二章之后呢，大家如果还想看的话呢，那记得点个喜欢，让我们知道一下。那等第二章一出来，我们可能就立刻来拍给各位看一下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，拜拜。